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从过往的这些历史战役中，我们可以印证到“有实力才有安全，有安全才有一切”这句话。没错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国军从事建军备战的真理。好的，虎杖升歌之后，还会有两场国军的战役介绍，千万别走开。Please stand tuned. Break time again. Please enjoy the music, learn some English expressions, and watch out for your text messages.穿军服赞 2.0， 为展现国军热情、勇敢、自信之优质形象，以及亲友支持国军的期许与骄傲。只要您将穿着军服与亲友合影的照片投稿在青报脸书粉丝专页，获得赞有一分，留言两分，分享五分，每月积分前五名者即可获得青年日报社专属客制化 T 恤及马克杯。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机部269旅吴恒云上士、陆军三支部弹药库王资文中尉、陆军步兵110拐旅张顺胜中校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